决赛以及季殿军决赛。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 TV 二号台的主裁判，来自 ICEA 的国际级裁判傅一冉入场。担任记录裁判员的是傅中轩、玉林。下面让我们以同样热烈的掌声有请本场比赛的两名选手，他们分别是来自新疆的刘凡。以及来自浙江的陈双友。在 TV 一号台将要进行的是本次比赛的冠亚军决赛，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 ICEA 的国际级裁判龙飞入场。担任记录裁判员的是王航、王锦一。下面让我们以同样热烈的掌声有请今天比赛的两名选手，他们分别是来自山东的孔德京，同样热烈的掌声有请出另外的一名选手，来自吉林的西守新。比赛现在开始，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听我口令，预备，三、二、一，开始。西守新获得开球选择权。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两位球员经过前面几十场的比赛，终于是来到了本次甲级分站赛的冠亚军决赛现场。深色上衣的孔德京对阵西守新，比赛抢十九，200分钟限时，轮流冲球，争夺这10万元冠军大奖。哎，在北方，这个尤其在东北。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发出来了，哎，看看这一站能不能一发到底。吃过发糕没有？吃过。好吃吗？好吃。看看能不能一发到底啊。今天咱们说这个西守新啊，一提这发糕啊，忽然之间有那个画面感。第一局就来了，西守新开球，锅里边蒸的，对吧？然后还有胆水，防止底下帘子粘，拿那个像这个骨头剁的那种刀一样，在上面去切成方块。还不错啊，两边中带劲。看看白球下方这两颗经过一碰之后啊，感觉这前后有啊，同色系。中带有。好的，推弹起高杆，右边中带。在此时此刻同时进行的是3-4名的比赛争夺。对，以前没有，还是说今年改、今年改了。对，甲级分站赛是有的啊。啊，我们到后面超级跟锦标赛这边赛制会有不同，因为甲级这个它是有一个积分嘛，还有奖金的。这次大家看，它有一个殿军季军的一个区别。基本上上台球打光啊，白球到这个位置已经到收网阶段了。
这个角度啊还是稍稍有一些大啊。嗯，九号可以叫十二，十二上去打十五可以，但是你也可以说提上去啊，就是白球往左还是往上。嗯，换了。但还是左下角这个角度不太合适啊，有心这两颗打得不能太过于潇洒。对，你看出问题，出问题就是上手这个左下角这颗球没叫好。您说正常来讲打九叫一个十二上去，对吧？你打这个八号就最近这颗是十五这颗，你从叫位的安全性上是最高的，你不用来回来去绕了，可能随手了，觉得我打完之后怎么着这角度也合适了。刚才这个中袋也不难啊，哎，对，是，但是画面这个重放里边，感觉这个目标球稍微有点小跳，嗯，有小跳就可能有一点点小静电。好，叫到七，基本上二接力了啊，不用想，对，中袋这里接十五，直接低杆啊。好的，岩石下来，中带接力。好，接力，带点低杆。还不能太轻啊！四号应该没大事儿啊。嗯，没挡住啊。关键看看这个向下角度有多少。有啊，需要发力的灯啊，这球中杆直接一八缝隙上去，那还是差了一些啊，还差了一些。你看看左边底带能不能保进啊？控制白球流向啊，还需要带一些很强的这个左侧旋转啊，修正一下角度，好准。再稳一杆。第一局，孔德金胜，比分一比零。谢谢。
第二局孔德清开球。在本次决赛之后，明天啊，我们将比赛背靠背继续开始，是咱们的超级分站赛，连着打啊。嗯，所以大家可能因为之前直播的时候也会有朋友问说，那怎么昨天打完了冠亚军，怎么今天还有啊？是重播吗？不是啊，咱们是三个比赛组成一个系列赛。咱们现在看的是第一个赛事甲级分站赛，从明天开始7天冠军30万的超级分站赛，对，7天之后冠军50万的球员锦标赛。比赛得持续到下个月的3号，8月3号。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赛事官方微信公众号台球圈有料，在预通知当中，可能在15天左右，咱们在鲅鱼圈会有2个甲级分站赛，辽宁啊。那具体情况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的相关新闻。选球阶段啊，没打进。选了花色啊，14号打，但左边这个6号这个位置要小心一点。那现在有2个方案，一个就是我孤注一掷奔着下方12号来叫，一种就是我为了规避这个6的风险，我看把力量上控制一下，想一想这15啊，去调整一下。甚至说这个9啊，看看这个袋口，到这儿的话有点尴尬，有尴尬吧。嗯，这个球能看到15。哎，力点杆尾扎杆。还是啊，换了13分钟。哎，非常好的机会啊，这球可惜呀。哎，这画面这个7还差不多啊。首先看6的右中啊能否拼进。这是量了一个白球的预留位置。对，连打带防。对，好，主动的先防一杆啊。说到这儿，突然间想起一个其他赛事，咱们的掘金啊。哎，你说掘金今年是12支战队。嗯，其实我挺期待孔德京如果能组队啊，参加这掘金的话，他的这中式9球我是挺期待的啊。嗯，他的这个表现，那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行，有没有这机会、啊、对对对对，那就是说以这个叫什么呀，以这个俱乐部的或者是这些这个相关的体育公司的名义去、嗯、去哎加入，平时我们都是一些这个器材的厂家队嘛，对吧，什么莱利日报等等啊。哎，像这个孔德京对吧，杨少杰，哎啊，还有其他一些这个教练呢，是这个杭州 RK 的这个台球连锁模式的这个俱乐部里边的嘛、嗯、对吧，嗯，驻场的教练，哎，他们就以这种身份嘛，是吧，就是 RK 体育这个文化什么公司，对吧，就这个意思。到时候那个代表队也可以叫 RK。
哎，现在这个模式在南方很多啊，是 K K K， 还有什么九九啊，太多这种模式了啊。当然我跟勇哥说的这个还不是最终的名单啊，只是我们一个猜想，对，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望，也就是希望大家喜欢看的球员能够参与到一些赛事里边来。对，哎，我们也喜欢看。其实然后波茨干有波茨干的，对吧？嗯，哎，去年好像没波茨干啊，好像去年没有波茨干，没有，对吧？波茨干的人，这个球员也可以手持波茨干上来，对吧？威力用威力的嘛，对吧？杨少杰和这陈双友嘛，去年《美洲豹》杨帆和这个张荣林是吧？好多。十秒，延时。对，找了一个防右上、防右下的一个位置啊，这个位置还是比较难的。花色下方也比较多，你最好的位置就是六号球的斜上方的左上方的位置贴住，让黑八挡十二。没挡住，肯定这个十三跟九的下方能看得到啊。十秒，再给你打到库边一颗，你就算下地杆把我这个十二给它帮进，我这个十号中带你也是漏的，有点象棋里边抽将这意思。对，你象棋水平不也挺好吗？我听说还行。对，嗯，希望不要像伍子胥那样，啊，伍子胥下挺好的。好嘞，让我十步之内给拿下了。我说啊，原来伍子胥原来是这样的水平啊，啊，知道了。因为您那没有进手，哎，我不告诉你，你都不知道。嗨，那我人情世故，我就是故意，哎，先生赢了，给你抛个饵。哎，我还诚心一下，哄您开心。哎，其实我跟你说，苏这棋下真挺厉害，那不是一般人，哎，绝对是一般人也不懂我。对，必须是二班的。太长时间不玩了。这个五子啊，象棋啊，这个确实挺有意思，包括围棋，嗯，偶尔下一下挺好。十秒，延时。它可以去锻炼你的逻辑能力。全局观，对。就包括解说，我跟你说，比如说正常以前我们做教练嘛，我们没有把它放到画面里，我们把它放到是台子上，嗯，跟学员去教。那现在把自己教学那一套拿到这个画面里做解说，做了这些年，就感觉就是温故而知新嘛，是，这肯定是有帮助的。然后养成习惯了，最有意思是什么呢？做饭。在家里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会把家务事和这个，包括做饭，都一二三四给罗，一二三四说给列出来。列出来之后，这个第一步，这个第二步，那个第三步啊，像平时家里面常用的这个统筹法一样，合理分配时间。最后一个清台，好了，那就刷锅了。请问您读大学的时候是理科吗？我这个怎么说？我这个算理科，
因为我学的是这个财会方面的一些这个。啊、那就了然了。但我是这个，属于不是本人意志啊，属于这个。那个不重要，那个不重要，就主要是您这个有理科的这个理科男的这个特点。亲手心事，对对对，我记得第一科吗？政经吗？不管所有学校，那个时候第一科必须是这个政治经济学。第三局，西蛇星开球。中带进的非常规矩啊，看看这个白球跟球形。还是有点麻烦，而且现在这个十一跟十三的右边缝隙，红三能否单下？没有单下，还需要去带。对，这个缝隙现在是能看得过来。从这个方向看啊，主要看白球角度。十秒。不够下的话，中高杆发力啊，右下方稍稍的蹭一下。好的，带开。十一没动啊，这个球最好是一个中间过来，先撞十一后撞十三，这个面肯定是能开的，但是现在后面再找吧。带口是没挡住，但是你这个进攻角度上很局限。养一杆，养一杆，这球养一杆并不是一个很，哎，你看这个十二还是够的。以这个能力比较强的球员来看啊，比如十二，我找这个带口先打进，然后找机会上去叫十五。这个九号右上还有，下方这个十四呢还能勾，不算严谨、啊，对，还能勾十一。现在可能就来了，没有要翻带看样子，翻带了，对，要帮进你的球。以他这个，你看，其实有些时候这个，陈双友跟孔德英有一些相似的经历嘛，就是他们美式的球员对这种安全球的意识特别的这个强，就是一上来就想占主动，就是占很大的主动那种。打中巴里边这种就是强行拼的时候都占少数，一上来我就要这种控局的全局观在里边，你的球在带口我给你帮进，你的球在带口我给你借下等等，这些啊，一两步两三步里边。带口养的越来越多了。看看这个，对，看看这个左上方的这个十四是怎么解决的啊？十秒，延时。
哎，用你的挡你的。这个球，比如说双下或者帮进白球往七的上方去放，那用你的七挡你的四，挡你的三，挡你的红黄一。不需要很低啊，中杆右边横过去。哟，这球往十五这边放啊，倒也行，但是太轻了。准度，左边十二，穿十四，溜十五 ，K 九，最好能勾出来啊！把这球，或者轻刮一下，对，带口放下。哎，又量了个翻钟啊！几种方案吧。对，就是你会的比较多啊，所以说碰到一些复杂局面的时候，我觉得办法多，我有办法啊，我不害怕。好多球员就会比如说在家里，哎，十四没掉，在家里比如说玩一些这个追分的或者是中八的时候，就说这球不会打了，为什么呢？因为不会翻弹。有这样的，或者我打不进去这种半贴步远线是吧？最常见的一些就是什么，就是不会打反角，一碰着反角就迷惑啊，找不着点。嗯，勇哥，我找不着翻角点。这角度球有的时候真是一种感觉。嗯。平时的练习只是加深这种角度感的记忆。对。什么呀？五、四。一八同带就好了。中低杆右塞两库。第三局，七手先胜，平分2-1。是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第四局，孔德金开球。
十五号帮忙了。过线进球啊！先解决六跟十二，轻轻一敲，太轻了，哎，强行的薄啊，从下往上兜一下，依旧，而且从他出杆方向有很强的右塞啊，减小这分离角。哎，看看能不能顺推顶下二啊，也不需要什么低不低的杆法，就轻打。轻轻擦了一下石，这个角度也有向左。嗯，关键就是，当然打进石问题不大啊，你就叫这个边库这颗的时候角度要留好，很容易走大这角度，这就不小啊这角度。可以走长线啊，甚至奔着这个第二库的位置来。对，第四局孔德金胜，比分2-2，开局胜局。谢谢。第五局，西守新开球。中带进的还是非常稳定。来看看选球啊，
四号，向上叫二。这个五这个位置啊，其实红三倒有机会可以穿，也是一个很好的翻中位置。花色，好，看看角度，十号，嗯，位置不错啊。这个球，看 K 球效果，比如说我是不是奔着带角 K， 把五 K 走下低杆。这球你就是两库把这个十五兜出来呀、啊，还要看看白球去哪儿。这是一个很喜欢的一种奔着，如果要是低杆 K 球的话，嗯，很好的一个角度啊。好，叫到这儿，那比左边的借力，这个借力用九借要小心点。这个借力吧，你也不能说借特别薄，借特别薄捂不动地方，带口闪不出来。对，这就很关键了。接的时候，这个力量要用一些，不能接太薄，也不能力量太轻。就是咱们说的薄轻。调这个球关键啊，这个戒指角度如果在这个比较靠下的位置啊，比如说底库附近，横向从这个右向左是很好戒的。它属于在黄衣那个位置，你过来戒的时候，这么说吧，如果你戒的厚，你有可能就戒不进岩石。因为这个五号它不是一个绝对好的这个借力位置的。对，来看看翻带，没了。这老是打一半啊，就要看看对手怎么样了。孔德京今天目前暂时啊没有一个比较神勇的发挥在里面。如果说孔德京要打顺起来，这个球还是挺凶的。这轮流冲球啊，就是除非有一方陷入到一个开球的一个大问题当中，嗯，连续的开不进或者失机，才能出现刚才勇哥说的这比较神勇的。你打到这儿了，都有神勇的这个能力，所以说比赛就是前面，甚至咱们夸张点，前面二十盘、二十多盘都有可能是没有什么太大分差的。哎，看看俩人这个前面的发挥，对对，开球啊，尤其上来这个前十八局，就是两个阶段的开球怎么样？反手打五。是不是要稍微一下中低杆发力兜一下？也不兜也不成，这个三八这个位置确实挺难受的。右上方准一杆，下低杆。犯规！哎呦，给了自由球，白这个三号球还被勾出来了，这个帮忙了。自由球。我看交位啊，下方你全部有把握，你就可以上去先打四。哎，下方你觉得没把握，先打一颗。闪出去带口。对，一推五，叫个最底库的黄衣，把俩难球解决。
老三留角度，黄一上去，因为这个左边的中带看不到，所以这杆球在叫底库这颗的时候稍微留点角度，对，白球要往上走，最好能叫一个稍稍的向反角度向上。好，右上方上来啊，左下角小小的灌一杆啊，就中杆直接发力向上，孔德金胜，比分3-2。第六局，孔德金开球。看看选球啊，他有一个边库底库，对，里面来兜酒啊，两库啊，这个高杆右塞也不需要很多啊，奔着七这边轻轻一 K， 有这个线路力量啊，他这种力量掌控的真，他这个两库到三库这个分离角度抓特别好，啊，这就是这个打美式的球员嘛，他们好多都是这个。喜欢用这种顺逆赛的这种两库的交位啊，三库的交位特别多，尤其是那些打开轮的，就这种三库打特别好，抓的那个点特别准啊，特别准。他刚开始可能上来哎是不适应这个分离角，因为咱们这个哎再给大家讲一讲，小苏跟你讲吧，考考你吧，嗯，一般我曾经话说一下，美式的球台跟这个中式球台，这个因为台布跟台泥区别。所以加赛有什么区别？上库之后，你加赛又考我啊，必须考你，看你忘没忘，是不是？咱说就是今晚的牛肉啊，还是什么的，直接都明天给别的地方了，对吧？咱别给别的地方，给自己。这个美式的这个库边分离的线路要比中式的这个反应要快，要大。嗯，所以中式这边要稍微的修正一点点。嗯，没错。而且咱们这胶边硬。嗯，这关键。但是我再补充，之前永哥也跟我说，说小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个
台帮的这个跟这个空气的湿度温度都会产生变化。嗯，尤其是先打的，为什么他们有的球员都得先翻几杆，对吧，翻长了翻短了然后去找这个点，对，不能说完全一样去，对，去把这个参考，说我这个罗穗也好或者谁也好科学理念，对对对对，我完全照搬，那就没失误了。没有，那不行的，必须得改，必须得修改修正啊。而且越新的球台，它的这个掰出来的这个线路更快。嗯，你就觉得哟，这球我这么打，滑啊、对我很滑，我这么打可以能翻，这球发现翻大了，就在这儿，必须得调。对，就是大家每日球台里，你会感觉这个加赛、顺赛、反赛效果很明显，在中式里边不会那么明显啊。一定要做修正，最就是咱们最明显的嘛，比如说我们摆一些相对直的球，我们发大力的去打一些右塞左，咱们发现这球很转，但是弹到边库之后它不往上走或者不往下跑。嗯。第六局，孔德就在这儿，比分4-2，台球青台，谢谢。正逢交边，声音小，弹力大。第七局，西守新开球。哎，有一个过线左上啊。同样再把今天上午跟昨天说赵元浩的话再说一遍啊，这场比赛西守新想赢必须打出自己的这个火力啊，自己的这个输出强大的这个准度跟得分能力才可以压住主，或者说给到孔德京一定的压力。孔德京目前是因为什么？因为他又站到了咱们这个中式的决赛的甲级，这个包括之前的超级啊，对，他有卫冕，甚至于说想再拿冠军突破奖金的想法，嗯，所以他有压力。他现在不是说怕西守新，而如果你不让他有这种感觉，他可能后面适应了十盘左右之后，自己就打越来越好了。对，哎，我们看了从这个海口博蒙的比赛开始之后，孔德京最大问题目前还是啊，没有完全解决掉这个开球进球的问题。这是一个，嗯，对。就是目前他很明显的就是打打打了，老是跟对方僵持，嗯，落后。但是你们看一下，往往这个局面还可以有球进的时候，他的清台能力还是比较强，很强的，哦。对，所以西守新要拿出自己这个，咱们这么说吧，甭管是加特林那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哒哒哒哒哒哒哒，对，一定要，你得搭上，啊，哎，搭得上啊，你哪是啪啪的那不行。对，博克枪不成。必须得是连发的，而且是这个弹速比较快这种，嗯，冒蓝火的。但是这个这么多年看西守新的比赛，您说这个问题也是困扰他，甭球迷朋友们大家也都明白，他需要你刚强的那一点，需要你暴击的那一下的时候，就往往感觉西守新有点泄劲儿，对，偏软，哎，有点泄劲儿。那今上他跟陈双友他俩是通病啊，嗯。两库高杆啊，就把你这个夺冠的决心得表现出来。对，二号一推或者二号一蹬，对吧？这边四号有一个稍微向上点，你更好叫黑八。
对，你该就位该怎么弄的时候一定要往那个想法去做，执行坚决点，别说有时候哎，一勉强我变成一个推杆，推杆之后变成一个向下了，向下你还不好上去。第七局，西手先胜，比分3-4，开胡清盘。谢谢。第八局，孔德金开球。哎，刚说完就来了，开球不进。确实这个炸球问题对于孔德英来说他还没有说完全摸到一个真正的像脉门那个位置啊。现在徐守新要想突击也有点压力，对，要顶住啊。哎呦，这种球，其实平时可能这种球练习一下都带着杆法发着力灌进啊，没办法，这是能明白的，在比赛在决赛里边会非常的谨慎啊，或者小心，压力就会放大啊，像放大镜一样。五号很好选，11号好选，但是花侧13会有难度。15正呢，打完之后10号够下，10号右上是够下的。还是打那个单色。岩石。就是看五号是不是有一点点还可以低杆向上啊，把四交到。好的，因为选单色的最大理由就是两边中带都有一颗。对，你看这个方向啊，有向下的话，打进之后呢，先交二。至于七这边，看你这个角度啊，对，可以顶可不顶，顶到低杆再下来。你看这角度，一号球没问题啊。嗯，两边都有。这时候可以走的白球走多一点，对，稳稳的叫一个六，可以走多一点，别走小，完全靠右塞去走就好了。这个球11、12缝隙，这个力感真挺好，是吧？嗯。旋转的匹配，我使多大的这个力量旋转之后过来，心里有谱，杆法加力量的一个配合，匹配真好。
那回咱解说比赛，我不说孔德京这个年纪虽然不大，但是功力挺深厚的。对，他多年在这个，比如说一些国内外的大型比赛啊，包括这个前期江苏一带的这个美式的这个历练啊，我觉得对他的这个帮助太大，非常大的，太大了。脑子里东西是够用的，哎呀，最早还有斯诺克底子，对吧？早期在北京跟张凯，然后后面又去上海，就是他都经历了很多，好多教练指点过他，所以说他对球理的理解是有一定深度。你之前跟勇哥聊过一个话题，我觉得挺是有意思，就是当你会。就是你知道跟不知道是一个层面，孔德精神，你知道跟清楚又是一个层面。谢谢。什么时候用，怎么用，第九局西守新开球。哎，这个两中，哈哈，西守新这两中炸的还真是可以。今天在上午比赛里边，有一阶段的这个陈双友已经是改成这个大力炸了，对。但是西守新一直从头到尾，从头到尾就一直中带。也是这个上午的冲球比较稳定，才能保证西守新在最后有反超的机会，成全了他。对啊，这个炸球今天真是对他帮助很大。然后有那么一两盘。他拼的比较凶啊，这是对的，我觉得。他稍微的，比如说这个，就像我们说这那个战争一样，龟缩防守，稍微有一点手势的时候就不行了。还好他那几杆他突破出去了，对，不然他跟陈双友要是这么说，不俩人磨起来啊，这么说磨起来，那就真的很难赢。或者今天这么说吧，今天在这个。陈双友是领先两盘的时候，嗯，有机会可以领先三盘嘛？对，是吧？失误，左上方那个球，薄进花色时机来回碰到对方单色，嵌入到对方的顶库那个一颗球里，扎里边去，就那盘球。我觉得如果你要给这个杨少杰打，可能那盘球就一盘打完了13分钟，嗯、不夸张说。其实陈双友是可以说从上午的比赛是败给了自己啊，对，自己的失误有点多了，关键看节的时候。没错啊，有好几杆这个什么左下角半台、哎、对对对对对，比如说用这个类似于这个2打7、7打2这种没打进，或者白球打11，就举个例子，现在白球打11没打进。陈双友从今天开始的这个表现还是挺稳定的，挺稳定、啊、对。哎，背后也付出了很多啊，对，练习蹭了一下，嗯，还是稍稍有点大角度，但是还行啊，这种球就是说它很便于就位，只是进球稍微难一点。
那这角度就是推正常推高杆，啊，旋转也不需要你特别的去加，直上直下。进八号的话，官方暂停。第九局，西手先胜，比分4-5，开球新牌，官方暂停5分钟，5分钟未到，判负一局。颗匠心，超过30年的经验累积，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懂球，懂力，更懂你。正红胶边，声音小，弹力大。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源自英国手工制钢工艺，碳纤维先角，11.5毫米特制杆头，独特的球杆锥度设计，比九球杆更具准度，比斯诺克杆更易飞离。他帮我夺得3次中式八球世界冠军。博茨杆，恭喜和中式台球。乔氏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菲力品牌始创于2002年，是世界著名台球杆品牌，致力于潜心研发全新球杆产品，种类众多，打感优越。菲力，释放你的威力。我是裁判王忠尧，工作时严谨公正是我的态度，使用赛克斯巧克粉，轻松应对各种加赛难题。加赛专用赛克斯巧克粉。不畏磨砺，披荆斩棘，10年一剑，只为把最好的给你。野豹球杆，世博台球杆盒，欧洲设计，高新工艺，3层抗压 PC 合金，6重保护，极力减少挤压、摔碰对球杆造成的伤害，质保3年。施博台球杆盒，给球杆婴儿般保护。
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十局，孔德京开球。一个短暂停，双方调整之后，再战九局。嗯。红三都是晃两晃进去的啊，那么不情愿吗？但是这个炸杆炸球的这个力度啊很顺，你看这球形分布比较均匀。目前我是没在 TV 台上看着过孔德京三次射击这个判负的时候，没有，你有印象吗？没有，没有，就他这个力。他拿捏的都是会稍大一些，比所有的技术型的开球的运动员都要大一些，这是他的理解。说到大，我再补充一个，说吴镇宇，吴镇宇的冲球力度比以往的比赛里边大一点，而且他的这个炸球的那会不说了吗？最多炸四个，而且他中带也有，顶带也有，有的时候炸好了能进俩啊，两三个的。哎，吴镇宇的变化也是，我觉得调整是对的。对，我是记忆比较深刻的，因为他是一直开球徘徊在失机的边缘。嗯，啊，我们说过好几次了，从去年就开始说，从前年就开始说，对吧？所以说他必须要改，不改的话太容易出问题了。哎，看看左边啊，十二号角度有点大。对，看看用十三是不是要再调一根十一，再顺下来。稍稍立点杆尾啊。右边走一点，稍轻啊，稍微有点轻。最差就是你十一回来，十五再绕一圈，这是一个就是你不敢用右塞，想稳妥起见的这样的想法。哎，右塞出来了。好了，那看你十二是怎么叫了，对吧？我第一杆顶四就是一个最稳当的打法，然后一个轻轻推大角度十五上去，这是一个相对这么说保守啊。我也不强求了，什么弹底裤起来较正一点就好，好打一点啊，不需要了。我这个都可以奔着走两库打。对，左边中，嗯，这边来。第十局，孔德京胜，比分6-4，开球幸得，谢谢。第十一局，西守新开球。
来了个第二梯队的中带啊，你看二号球本来在后面的倒数几排被撞过来了啊，这球运目前还不错啊，是有球进，踩着应急车道过来的，对，右上，嗯，六四可以啊，做一个连线。对，红三右边九号没挡，角度看有多大，看看需不需要中杆往下蹬点，还有点角度啊，这角度呢稍微有点小，有点小，推弹起，直还是不直啊？白球能否从九十一缝隙出来？冲出迷雾。哎，看这架势还可以啊。校尉的余地还是比较窄啊。延时，别强求啊，没球，看看这个中带的角度啊，哎，好的翻，少了半颗球啊，少半颗，多一点的话还可以下低杆，白球往下滑，黑八叫左中啊，这是他的一个大概的想法，现在呢需要高杆发力吃顶过回来叫右上了啊，就是现在画面的右上，能接受啊，这个最起码可以打。第十一局，新手先胜，比分5-6，开球情况。谢谢。
第十二局，孔德金开球。十秒。花色球中间没有过渡啊，只能上手延时十一，斜向直球，小细微点了一下，控制好力量下来之后留九，左边中微微向下角度，反复再看十四的这个左边中带啊，还是一个小细位，五号左边下来了，太细，所以就导致失误。进球并不难啊，还孔德金还是注意力全在白球的这个力量上。轻翻作四，角度不小啊，保进的同时白球从边库出来，可以发力走两库中带，还好白球没落带没进。
这根横台，对，但就别靠库啊。嗯，哎，看看向上有多少啊？直就低杆啊，加一点右塞，边弓往上。塞起来顶到还行啊，呵呵，嗯，有运气。可以用反塞去修正啊，这个白球位置。小左塞，嗯，打的稍薄了一点点啊，但力量够轻啊，没有问题。哎，左右都有的话，不用强求啊，顺推下来就好了。中杆，又是一个左塞。太追求了，太追求了。其实这球就是你这个右下还是左中，对，都有啊，就稳妥点。在你不下赛的前提下，对吧？你不是很好能够打得进吗？咱先保证这个进球率。就顶多就是我走长一点，走长一点，对，但我很顺，对吧？力量给出去就行了啊。但是你这个赛一修正就不好说了，属于反赛强制的改变白球线路了。对，这还是我那话啊，顺势而为。对吧，当你不顺势而为的时候，你逆着角度来，尤其像刚才这种球就容易出现问题。对，它不是一个特好打的球，眼看自己要扳平，这有点，对，太可惜了。来看看这个孔德京这杆，你是走边底库还是就一个边库啊？没有问题，拉回来，一库弹起，第十二局孔德京胜，比分7-5。新麦郎凉白开，烧开过的水可靠，更适合中国人的体质。新麦郎凉白开，全国销量领先。第十三局，西守信开球。哎，这中带进的啊，干脆果断。要不是碰了一下，左上也有了，嗯，能进三颗，这个九号。
嗯，还是不太满意啊、嗯，还是想走一个可以顺下来的自然向下的角度啊。而现在这个三号球是向上的，而且你这个一发力很容易挤到对方的这个十五号球，不成就借点吧，借点十五号下边的薄边用低杆一蹭，向右边回来的时候变成向下比较大的角度，这也是没办法了。十秒，向上还比较多呢。嗯。看解完之后的效果吧，白球。哎，还行，还行，啊行。这球就要小心黑板了啊！看看这个方向。好的，打一绕一下，先看七啊，这七我感觉还不是特别直，应该有一点像，哎，你看有一点点像画面的右边。想打七啊，就偷后点进，然后回篮，拿黄衣从下方再绕一下。对，带点中低杆，挂点右塞，别蹭十四啊，绕两颗出来。嗯，不直啊，不直顶一颗吧，选着十一还是黑八，就是你这个杆法高低了。对。顶正十一呢，就黑八左边中带啊，顶黑八就往上顶，蹭个薄边也可以变中带，也可以变底带啊。第十三局，棋手先胜，比分6-7，开出信号。谢谢。第十四局，孔德京发球。这个白球位置还是有点尴尬的啊，不太好打。
十秒，五，哎，直接包。没什么好打，藏一杆。哎，有中不拼就再防一杆。七十四啊，这位置来看看，要动吗？哎，后点打低杆。进了，而且十四是这个主目标球啊。对。打花色进花色，算分颜色啊。这个借力，这么说吧，可能如果你不是拍段子，在那儿摆成定式的去练，平时你打，打两年都不一定出现一个。来看这个，有想法啊，左上方。就是一个让他好借力啊，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先看红三啊，红三如果说有向上角度 ，K 五帮，哎 ，K 五去帮进十，这是最佳的、最理想的效果啊。但是要求你这个进球的点、分离角度、杆法，结合的比较完美才行。基本上这个球啊，打稍薄一点啊，利用一个中杆发力。哎，这白球很明显啊，有低杆效果，看到没有？一个小拐头，对，然后变成了撞到了一个右边，就证明杆法低了，没打到中低那个，变成一个横向的，变成一个拉杆的效果。有没有个一石二鸟啊？打进，再帮一 K， 再一帮，对，因为你不帮那个吧，他如鲠在喉在那儿。没错，哎，而且你中间就是你帮完之后或者破坏之后，你中间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嗯，所以越打越窄，越打越小了。而现在这个五跟十的位置又不支持你打五薄边，白球撞十，五再弹顶库回来能这么打，这不支持。
岩石。头疼了。俩球要平行还好、啊。十秒。五、四、三、二。中带，中带，再中带，三颗啊！就是低杆回来，低杆回来，一点点向下，低杆回来，一点点向下。这个有点像这个平时练中带的这几颗，比如说小蛇伞，嗯，或者小微球啊，我们经常会摆一些半圆出来，或者是一个直线出来给学员。从上往下呢，从中间往两边啊，都是看你目前能力嘛。好了，没走好啊，低杆左塞，顶库再下来。那就别强求了。哎，看这个架势是往后一点点了，低杆啊。主要边上有一护工监护你。第十四局，孔德金胜，比分8-6。谢谢。第十五局，洗手新开球。这中带炸的啊，没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进球率非常高。六号，看看单色，25，把二打掉5够了啊，黄衣右边没问题啊，这里47会是有点问题。那么选底带吧，可能4号会好一点，但7号这边目前中带是没有的。打六轻推要顶三，那看看三向下的这个位置啊，不要把下方捣乱了啊。可以，哎，刚好，哎，哎呦，这红三有点贴库啊。二号必须先打这个位置，接力。有点难啊，有点难啊，这个球借力有点难。
你这个三要是没贴的这么紧，嗯，接力还好说一点。有点后斯诺得立杆尾变低杆带左塞啊，效果给点奖啊，哎，有些相贴了，是本身带着这个左塞顶完这个球的右侧包边之后，它这个逆向一摩擦力量就没有了，三也看不到，七号还挡住了。其实这杆球打得已经很好了，立杆尾带左塞变都有点扎杆的效果，打得这么好真是不公啊，应该给人奖励啊。对啊，十秒，此处在我们经常有时候打斯诺克的时候开玩笑啊，此处在英国会有长成，嗯啊，意思就是打斯诺克嘛，平时有时候防守你防到二三四上边去，摆出一靠库，哎，长成，防守力量掌控的好。十秒，延时。没打进，停这儿啊，那就看看徐汝昕啊，就抓机会能力怎么样？来了啊，机会又给你了，想办法把这个活的三个球打掉，然后叫一个红三往下顺推黑八左下，对。哎，也不需要说一定要前边一定要叫到一个贴库的红三，然后或者是怎么样的低杆回去啊等等。那五号低杆上去，四号叫上向下一点点，一个推杆，白球叫贴库。没太敢用这个低杆啊，对，这不太可能较劲了。球怎么再往右边推点儿？
这劲儿还不能太轻，太轻的话呢，十号还挡你呢。十秒。第十五局，西手金胜，比分7-8。谢谢。伊利品牌始创于2002年，是世界著名台球杆品牌，致力于潜心研发全新球杆产品，种类众多，打感优越，威力。释放你的威力。第十六局，孔德金开球。左下，对，看是不是要带一点点右塞啊，轻推弹起。好的，过二没过去啊，没过去，那么拿时钟带再调一杆，向下角度，比如正常用中杆右边红三顶一下，你反塞推左塞高杆就有点难了，就有点要强了，说实话。可以下低杆啊，带一些左侧旋转啊。
控制白球流速，这个角度向下，你要觉得角度大，从下往上再弹回来都可以，能抓最好。第十六局，孔德净胜，比分9-7，开球胜台。第十七局，西守信开球。右边黄一还是进球啊，这个中带炸的啊，可以。上手选球的话，这个单侧二号啊会非常好选。13的右上呢是有点后斯诺，11下方大反角，这个是比较难打的。先看二吧。10秒。好，蹬下来，红三向上角度。支持下低杆去兜一下这个四啊。K 到四之后呢，上方还有球先接。稍稍有点难度的反角度、嗯、正常中高杆往上推。左下方15号，能不能往前蹬点？好的，14啊，看这个方向，向上有的话，就是推过来，啊，左边中带，或者是推一库弹起，叫11啊。这球白球会稍微有点别扭啊，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白球位。对，发力推起，这样的话11会更好打。
看教哪科吧。嗯，科教的太多了。教九不需要下左赛，教十就需要加了啊。改变一下这个白球向上的角度。看这个角度多直啊，哎，低杆发力，边扣一弹，再一个轻打，第十七局，彭德金胜，比分10-7。谢谢。第十八局，孔德金开球。右中，也第二次微调了出杆的方向，而且力量有点收啊。第一次调整的时候是稍稍向左，就咱们这个他的视线呢向右，咱们画面的向左。啊，这回又调位的往反向调了一下，这都是细节，这聪明的球员真是。对，他很懂得我这个负负得正差在哪儿。尤其说这个球商啊，一定要有。第一颗扎歪，我从哪个方向扎歪，那我是不是往另外一个方向我让一点，把这个歪的这个角度给负负得正给修正一下。局面不错，十秒延时，
单侧推顶，下来之后看看四的这个位置啊。哎，推黄一弹起，白球在十一号下方啊。好的，四号有。其实这个位置进攻上看啊，这个六会稍微难一点。或者大胆一点，看看这面，对，两面找。哎，要勾啊，要勾这十二。首先蹬出点角度啊。中高发力蹬上边库，然后呢右塞稍微强一点，哎，变成了 K 自己球啊，杆法稍低一些。是的，那你要不要最后展示一下上方，展示一下你的准度啊？准度啊，或者说你求稳点，借个力啊？怎么说呢？他这个天地一刀斩叫什么呢？我都记不清了，就大灯射，大灯射是其中之一啊。我们对他这个准度，泰山贴地斩，哎，对他这个什么边库球的准度啊，他是山东人嘛，嗯，泰安嘛，泰安贴地斩，对，哎对，哎，泰安贴地斩，哎，什么呀？小八，这有可能不会斩，对。这有可能要一个小微界啊，这个球说实话发力打的话还是有一定难度啊，太狂野了，对，但不一定，我们看看这个球员当时内心的这个是血液啊，能量豆是不是那种啊很爆的状态。哎，故意打薄了点，这球没有打进的话，这个花色来看一看啊。直接十四啊，十三左上够的话，登上去交位。好的啊，交到了，那没有问题啊。中低杆一打，十五一打啊，十二交中带，这下方这个三颗十一、十跟九，非常好的位置。白球沿着开球线啊，停到开球线的上方一点点。小瑕疵啊，没关系，正常推杆。第十八局，棋手先胜，比分8-10，官方暂停五分钟，五分钟未到，判负一局。ARP。以一颗匠心，超过30年的经验累积，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懂球，懂力，更懂你。正红胶边，声音小，弹力大。
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源自英国手工制钢工艺，碳纤维纤脚，11.5毫米特制杆头，独特的球杆锥度设计，比九球杆更具准度，比斯诺克杆更易飞离。他帮我夺得3次中式八球世界冠军。Box Gun 恭喜和中式台球。乔氏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伟力品牌始创于2002年，是世界著名台球杆品牌，致力于潜心研发全新球杆产品，种类众多，打感优越。威力，释放你的威力。我是裁判王忠尧，工作时严谨公正是我的态度，打球时我使用赛克斯巧克粉，轻松应对各种加赛难题。加赛专用赛克斯巧克粉。不畏磨砺，披荆斩棘，10年一剑，只为把最好的给你。夜爆球杆，世博台球杆盒，欧洲设计，高新工艺，3层抗压 PC 合金，6重保护，极力减少挤压、摔碰对球杆造成的伤害。质保3年，世博台球杆盒，给球杆婴儿般保护。比赛继续，第19局，西手金开球。少数的这个开球没有球进中袋啊，哎，14，最后一个，洗手心的这个开球，少数的啊，少有的啊，现在是2阶段过后。但你别说，我虽然没进，你也不好打。对，你好打的是黑八，对吧？我记着好像曾经有个规则，就是在选球阶段可以拿黑八传，传进的那组颜色可以定颜色啊，但应该跟咱这个关系不大，可能在别的规则里边可能会有。左边还是不太好打，右边2号的这个单色真是挺难的，跟花球互咬的也比较多。对，也是不打啊。
再防。打七七号的，对，哎，心思。白球同样是下低杆左塞往上放。哎呦，不会吧？那再进了可有意思了啊！前面有一杆，又是一个接力，也是往上面一打。进的是右上，非常规接力啊！对，这想都没想。十秒。延时，不好往上防。那看看往下放怎么样，甚至于说去拼一杆，哎，还是要第一个，哎，进了。接来接去的话，说不准哪一颗就是进了。对，你看三啊，三借力啊，还不是双借力，一三借三，对，这个有多难呢？十秒。下面我的大部队都在下半边啊，尤其是贴库的比较多，我就把白球沉底。哎，要借黑八力帮一杆吗？啊，直接先拿十一传一杆，有想法啊。传完之后呢，锁上，哎，给你锁上一颗，像个小锁头一样。就算你再把一号就传进，我这十一还在带口，哎，而且呢经过挤压之后，很有可能这十一还牵制你这八号球，在你的前边，对，我在后面能有后手搏的机会，而且你看花子就离得越来越近，这里边孔德京来讲在后面一打一贴，机会还是很多的。十三再来，再打过来一颗，哎，比如说把十三再打过来，跟这个十一黄一这边夹住的话啊，哎，先打进，然后我帮你拿黑八做一杆，这也是可以。那说了吗？你离着越来越近，我很容易就嵌到这个小球的这个里面去。对，薄一点。这来一个。小小的将军啊，有叫杀的局面，你别给自由，你给自由的话，我一摆可能就好打了。犯规！我的天，黑八中带，啊，太危险，太危险，太危险了。自由球。底带有全开，也打开了，全开，对吧？全开了啊！
确实，一个无意识的目标球接力进，其实打乱了洗手线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先后手次序了。本来想跟队友再斗一斗，局面再斗一斗，就逼迫自己打这个分布来讲更难受的这个单色。哎，解来解去肯定得进。第十九局，孔德金胜，比分11-8。谢谢。第二十局，孔德金开球。观众，请保持安静。哎，左中进，炸出心得了。嘿、哎、嘿，我这个力量用的巧一点啊，也不用特别爆。哎，白球位置呢？我找到一个差不多点了啊。哒滴哒哒哒哒。哎，吹起了冲锋的号角。嗯。十一还不太好打，但二跟右边那颗花色是肯定没问题的。延时，好，双方花色十号球打进白球下来啊，14右中。来看这位置，再看看11，还真是不太好说，因为在镜头方向看过去，近大远小啊，它会有个放大的作用在里边，但是运动员角度来说更准确一些。好的，叫到这个位置，这个12中带肯定是很难的。12右上吧，后面有机会，6号那边是可以借一杆，确实不好打，打得进的话也是个小角度进啊。哎，点带角，对，带角，正常进是不好进的这球。量量位置啊，拿15从下方一绕，12右上角可以借力啊，借6号力。
这局面在手啊，叫了一个中袋啊。第二十局，孔德金胜，比分12-8，开球青台。谢谢。第二十一局，西守新开球。右中啊。看一下选球啊，五号低杆上去先叫二，然后打进二高杆下来，七号球呢左中衔接。是左边先下来，然后看这黄一的位置，黑八那后面有下的话还是较位啊。底湖边过这边要出来啊，抓得很细。稍稍往下走一点。角度可以啊，往下顺。
调十一局，西首先胜，比分9-12，开球新台。谢谢。国人自古就有喝凉白开的习惯，金麦郎凉白开，烧开过的水可靠，更适合中国人的体质。金麦郎凉白开，全国销量领先。第22局，孔德金开球。也两中了，哎，但这个白球来看看啊。黑八感觉挡了一大部分的进攻啊，挺难受。七号底带右上大角度，左下左右都打不了啊，左右都打不了。二号就这一颗，还是一个带赛的球。延时，这个大角度打的准度是真没问题呀。嗯，白球位还稍稍有些难受，左下斜刺够不够再调一杆，你要打三的话就是后斯诺，难度也不小。嗯，聪明，看解完之后啊，这个十二能不能停带口，刮了一下没刮正，没顶正，漏机会了，漏机会，漏机会了。渐渐感觉徐守新在比赛这个阶段找不到很有效的办法，对，说我抑制对手也好，或者我自己突破也好，这九分其实大家如果能有印象的话，看看其实徐守新在处理起来不是他正常的一个球啊，他前面还有这个招架的能力，现在好像有一个顶不住了感觉。而孔德京这边长线开始大角度包球冲球，这边全来了，哎，全来了，要展开了。这两个人年龄上也有差距，对。
还是咱们刚开始说的，给孔德京压力啊，你得给他压力。对，同时你自己这边，你自己这边得释放你的压力。对，你的进攻，你的炸球啊，一炸完球一进攻，马上对手感觉他又轻了，就这种感觉。我是感觉洗手心有点紧啊，今天这比赛，这场决赛啊，就是打到这儿，其实应该释放到一部分了啊，但是还是有。低杆，第十二局，孔德京胜，比分13-9。第23局，西守信开球。哎，右上啊，还有球进。这个开球运气一直都还不错，虽然有一盘中带没进啊，但一直都还不错。他正常来说，他比孔德京炸球要好太多了。嗯，稳定起码啊，进球率稳定。对，甭管防守还是进攻，我先选。可以从十二下方出来啊，你就看这两库长还是短。十秒。走长的，这么打安全。右上啊，
看看三吧。六，嗯，低杆回来，红三左下推下来，就这个角度留得舒服点啊。嗯、白球可以往右边来一点，哎，就这一点修正了。岩石，二号有向右角度啊，十秒。你看刚才俯视角给的角度没有那么大，对，他现在一看，哇，这角度好大。这么一敲闪出一个袋口，上方大面积的开阔地啊，第二十三局，棋手新胜，比分10-13，开球清台。谢谢。第二十四局，孔德京开球。哎，七中带进啊！看白球。
这杆倒还好。虽然这个阶段孔德京炸球啊频频好一些啊，上手机会多一些，但这个局面还真是不像洗手心炸完之后局面那么明朗。哎，这个球运有些时候是没办法说的。哎，再次聊到了我们这个冥冥中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第八维度里边啊去操控着，什么第八就太高了，是这个双方的进球啊很深啊，感觉、嗯、这第八维度就不是一般维度了，是吧？那就不是，就是前面四个维度，就前面三个维，咱们现在是三维嘛，就有实体的。嗯，你到了四维之后，就几乎就没有实体了。就永生的是精神意志，小说里一样，对，对吧？我一个念头，我已经从银河转一圈回来了，是不是这意思？对，啊、太狠了。在中国古代不也有吗？天上一天，对吧？地上一年，或者天上一天，哎哎哎，地上七年，就这样。嗯、爱因斯坦也证明，就这个，在他这个相对论之前，大家还怀疑；相对论之后，也证明，在这个大质量的物体越离它越近，时间走得越慢。嗯，离大质量的物体越远，引力的一方面是吧？磁场改变，磁场对吧？回头咱们细聊这事儿，勇哥。走安全线路，孔德京再打个一个赛季两个赛季熟悉熟悉的话，他真的可以跟赵汝亮、楚秉杰掰掰手腕、啊、是一个级别的了。第二十四局孔德京他真的会的太多，14-10开球，而且手底下的发力范围可大，大的上限小的下限太广了，那支持他白球比别的球员要听话。不畏磨砺，披荆斩棘，十年一剑，只为把最好的给你。夜抱球杆，25局，西守信开球。哎，
还是两中进啊。单色好选，这里边二六的右下都有啊。上手找机会呢，先把二叫到，二打进呢，从底库一走，左塞加啊，右塞加啊，就可以叫到这个六。好，先定颜色啊，蹬起左边，有角度向下，下手低杆吧，要不然这个球感觉往下一推可能会顶黄一啊，三一同带。现在的这个位置稍有点薄啊，你得带一点点低杆的右塞。九号啊，是一个关键。哎，旋转，走过，哎，哎，杆法稍低了一些，所以上库，嗯，赖我，嗯，怎么说？我说的久吗？要没我要不提这事儿，你可能人家就过去了。你是在第八维度里了是吧？跟我解说呢。那我一个念头再把你送回去。行，不是好不容易来一趟，您还给我送回去？别，我这刚跟大夫说好了，赶紧回去。对吧？十秒，延时。这个球还正常的打了一个空心，这球可以算打得再薄一点的话，真可以刮着九号薄边那么上来。但这个说起来容易啊，那选手打的时候不是那么太难打了。很好的机会，可以稍稍秀一点自己的小杆法啊。十号在右边，现在这十号是有一个机会啊，这个可以轻轻白球打进十之后，可以刮一下蹭一下这个四的薄边，但是这个就有点要强啊，是有这个位置，薄稳妥点，没必要动的，除非有把握。十秒，延时。因为你周围球还有。还可以再调整你的舒服的位置。来了，嗯，要强，真要强。
看看十三号中带怎么样？发球吗？这么看没问题。准，再准一杆，九号。稍微可以带一点中低杆啊。第二十五局，孔德金胜，比分15-10。谢谢。第二十六局，孔德金开球。什么呀？左中进，看看花色。哎，四号过来了，哎，这就是台球，总得过点艰难险阻。对，你觉得局面比较明朗的时候就会出点小意外。没错，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接受，并且去努力改变，有都有这能力啊，自己才能变得更强。对，老给你雷锋面或者是很简单的，你可能遇到复杂了，你倒不会了。对，咱具备这个能力呢，你就去努力的尝试各种办法去解决这个局面啊。球员就要这样的一次又一次突破自己。比如哪一天，忽然之间，对吧？我们乔治这边的比赛呢，又变成了三角框，那怎么办呢？你是不是就要大力炸球了？啊，局面复杂了，是吧？万般无益，都要会啊。对，要会的广。哎，帮进，然后一 K， 哇，这球！没帮进啊，因为你帮进对方就少一个选择了，所以你留这个位置已经是预留了对方不是很好进攻的位置。对，打了一个互相的防守的一个中盘的局面。
十秒。五、四、三、二、一。有没有把握再帮进啊？勾出来，对，看看。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个每一站的这比赛里面做点安全球集锦，大家对比一下。比如说高质量的有谁？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比如说孔德京的是什么样的，这个吴振宇的是什么样的，陈双友的是什么样的，对吧？然后去对比一下，大家就会有发现，会发现，哎，为什么他的这个安全球每次总是有一些其他的高质量的超前的思路在里边，而并非是常见的这种边库那个位置的一个镶嵌，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很考验人，犯规，哎，一举两得嘛，勾你的球，然后贴，其实这个勾和贴里边。最容易成功的就是勾这杆，但是贴这杆就很难了，需要极致的力感。对，力感，然后撞击的厚薄，这个东西真的是需要学习啊，需要提高自己。那水平提高的越来越快。哎，最早你知道吗？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有这种高质量的防守，只是大家都没去想，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多人都觉得这袋口很大，就边沟球我也准，包括实心儿或者等等这些人，很不屑于去这样去打。但那时候我见到谁，我告诉你，这个刘莎莎和付小芳，那时候偶尔，他们俩是不同阶段的啊，比如说早一点的零几年，那晚一点的是一几年，在打一些中巴的比赛的时候，就应用到这里边了，已经开始跟男选手用这个了。就是他打是他打，他防的时候，不像我们这个或者有些这个球员，像我说这种嵌入到缝隙里边这种防守怎么样，总是带一点想法，比如说帮进贴球啊，还是怎么样的，两库之后做到缝隙里啊怎么样，会多型高级的，明白防守，这想得更高了，哎，这个位置站得更高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应该去。提高自己的地方，不是你不会，而是你没往这儿去练呢，没往那儿去练。哎，这男选手可能都觉得我得往里进，是吧？进攻那才是打台球啊。库边那儿灌下，对吧？怎么样？说到这儿一说波茨是吧？好多球员咱私下里边我跟您也说过，那波茨也叫到边后就一推，是叫边后就一推，不咋会打台球啊，你赢不了是吧？从波茨上能看到什么呢？他打的就是很聪明，他把他在自己的这个出杆的质量在比赛里边完全的是表现出来了。第26局，孔德金胜，比分16-10。第27局，西守新开球。
还是进，还是两边中带进啊，这球炸的。看看单侧啊，右边有一个十一贴扣了。还行啊，左下方啊两颗一五，左上呢六号往上推高杆过十五叫二，二下来用七中带去调左下方这两颗，叫七的同时啊，这个白球最好留一个左下的这样有行进的方向。啊，我们这个比赛是抢十九，对，啊不是今天上午抢十七了啊，抢十九。如果这一战孔德京能拿下这个甲级的站赛冠军，那就是两拿了啊。对，第一个是海口博蒙，然后咱们这个后面在这一战，并且孔德京也是上一站这个超级分站赛的亚军啊，跟赵汝亮打的决赛，这今年真是新星啊。稍微有点大啊，稍微有点大，看白球，这杆真是挺有意思的。我们来看一下右边有个十一，你要碰黑八，你第一杆大一点，你十一这儿可能会捣乱的。那么我要碰黑八，可能黑八这儿会出现点问题，但是也没办法，尽量吧，顶正黑八。这样左边这个黄一还好大点进攻，对，你还得兼顾准度。你看他抓这条线在八跟十一的缝隙中间就挺难受的，而且他打得有点厚，现在一个右上一个左下都是一样嘛，右手杆都是一个出杆方向，都是大角度打厚。这一勾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效果。哇，这球打的打薄了。对，够直吗？十秒，对，第一杆退回来叫中带啊。还需要稳稳的打进啊，还不能轻打。好球。后面直接交位吧，不行，对吧？这个十一右下这个角度打十一可是有点难的。哎，左上，好的，高杆右在两库，开球线位置，哎，来了啊，什么斩了那个？泰安贴地斩，怎么就记不住啊？没法记得住，
家，必须想让你再说一遍。记得住也是不记不住，好，哎，让观众也得听一下，嗯，贴地展啊。就是这刀没展下来，贴地了没展啊。没有完全挡住，有一个薄边。一号右边出，轻了。再重一点点的话，这十一能挡到袋口位置就效果就好多好很多了。又是反角，嗯，左上。到这个位置孔德金可以反坐了，对，白球来一个奋力的一跃，有把握再推一个中杆的右菜啊，同样是黑八同带，就不需要下低杆了，中杆一推旋转起，啊，孔德京很有希望带着七分的领先优势进入到官方暂停。第27局，孔德金胜，比分17-10。官方暂停5分钟，5分钟未到，判负一局。ARP 以一颗匠心，超过30年的经验累积，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懂球，懂力，更懂你。正红胶边，声音小，弹力大。
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源自英国手工制钢工艺，碳纤维纤脚，11.5毫米特制杆头，独特的球杆锥度设计，比九球杆更具准度，比斯诺克杆更易发力。他帮我夺得3次中式八球世界冠军。Box Gun 恭喜和中式台球。乔氏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威力品牌始创于2002年，是世界著名台球杆品牌，致力于潜心研发全新球杆产品，种类众多，打感优越。威力，释放你的威力。我是裁判王忠尧，工作时严谨公正是我的态度，使用赛克斯巧克粉，轻松应对各种加赛难题。加赛专用赛克斯巧克粉。不畏磨砺，披荆斩棘，10年一剑，只为把最好的给你。夜爆球杆，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28局，孔德金开球。左上都有进球。2号位置左手，稍小点啊，
再往左点更好听，角度能小一点呢。嗯，轻轻的低搓，不行就横抬低杆，再回来。他这个小劲儿，哎，这小劲儿对吧？他的发力的上限跟下限都特别广。哎，没错，就像人说音域对吧？对，从低音到高音多少度之间啊？能横跨这个，你要一般唱歌，咱真跟勇哥聊过吗？一般人三个到四个就了不地了。嗯。就基本上流行歌你都能唱了，差不多了。你要职业专业的歌手，或者说能出唱片的啊，那些基本上七个到九个。嗯，当然这是发声位置不同了，会用。对，但是前提还是你得有这嗓子，有这个天生的。对，这个像说老天爷赏饭吃，技巧是服务于这个本体的。你这个天赋上来。对吧？我上来就两米四，但是我不需要练球，我就直接身高，对对，包括这个肌肉短跑，一生出来后天稍稍长一长，哎，对，就可以了，就可以。雕塑就经过训练，就跟我健身似的。那时候我120多斤，嗯，你说你健身房来干嘛来了？我说我想变成阿诺。人教练笑笑，你这阿诺诺不 了，你这就是一个萝卜头，你再怎么练你也是萝卜头，你得先有这个。脂肪得先有这个体积，对，才能练这个。也是兜一下，没有碰到这个四九。那么，对，还是下上吧，对吧？其实，孔德京这种下上的 K 球，他用的特别多，对，而且成功率还可以。看这个，哎，一点，这杆 K 球。看效果，因为这球平时我们从这角度来看啊，要是 K 九，九撞四，四是向上的，向左的，还不一定有一个很好的进攻，所以这球还很有讲究。盘过之后的落点位置要抓啊。哎，我的天，给了一个中带借力啊！这球，哎呦，这杆运气可以，带一点点的这种这个中低杆的右塞啊，右下方吃两脚回来，八号叫同带，这已经算是运气相当好了。哎呀，这球运气，包括效果打的，都非常不错。18局，孔德京胜，总分18-10，开球清牌，谢谢。19局，西守新开球。哎，你看看，中带跑不了啊，中带跑不了，炸的还是那么的稳定。
好的，选到啊，选到右边现在有个十三，看十三角度能不能往下顶一顶这个四号球，一个蹬向前，把十四交到，没选啊，还是左上，左上十号呢是活球啊，来看这个位置，好，第一杆下来了啊，看看白球位，十四走多了。那也要打了，这肯定是要拼的，十比十八，对吧？必须拼，到这儿了，是吧？嗯、顶空三走，释放一些压力，破釜沉舟嘛。对，你已经赛点了，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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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回去孔德这个戚守信得回去练练这个反角球啊。嗯，今天右上、左下、左上都丢了三个，左上都丢好几个。对，嗯，反角球。看孔德京啊，这个七号的左上角一杆如果能打进白球横台蹬出来，就有好机会了。还是第一杆就四呢？有这球，嗯，直接第一杆了，什么都来了啊，信心来了。对，然后呢，同样叫的类似现在的角度，用三带一下二，嗯、就全部解放。这是最完美的。哎，中高蹬两扣发力，可以往上留的近一点。对，好，矫正顺手的这种推杆位，对吧？也不需要发力。哎，还有低杆 K 应该啊，看看打六用低杆左边再 K 一下，关键是你要不要 K， 就是现在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本身他的翻弹能力也是很强的。对，然后你另外一颗球还被十一挡了一部分，翻弹也好贴库也好，他有这个翻球啊贴地斩啊这个能力。华丽的低杆刮了一下，哎，叫了一个华丽的翻中，嗯，有翻了。那这球还有一个翻叫，是翻叫，但是不能发大力，大力高杆容易吸库，最好是可以稍稍的带一点点中杆，就翻完之后呢，让白球正常的弹大角度的两库过来。嗯，没有，而且有右赛啊，但是没翻进。顶一顶右边还是有点小后斯诺，十三号球左下的话，低杆还需要回去啊，要上一点。
第二十九局，西寿新胜，比分11-18。谢谢。第三十局，孔德京开球。中带进啊，右上方过线进。从比赛的中半段往后啊，孔德京的炸球进球率开始得到保障。同样，就像勇哥说的，你这个炸球保证同时，你的白球位啊。今天不止一次出现炸完之后没有什么太好选的球，哎，让自己进攻受限，是这个意思。孔德京啊，4-3，好的，过了一关啊，嗯，定颜色啊，哎呦，左上还难，而且不进之后呢，右边刚好四号右上黄一啊。哎，黄一，哦呦，挺带口。十号左边还是要帮啊，没碰到。这个扎杆上来看四 A 这一撞。还能打，最起码翻中肯定是够的啊，但不动啊，不动左下方23。
啊，这个薄进之后，这个球难受了啊！看看七，好球！再来看一下二号，一定要落后才会打吗？哎呀，这个也是到这里了，拼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放开状态下的洗手心是比较强的，但是这跟有些时候。所以这也是一个老击球习惯嘛，可能或者个性，任何竞技类运动都是这样的，你很难在比赛当中发挥出自己正常水平或者平时水平了。是没有延时心理。好的，在这个架势要勾中带啊，勾左边中带。差的有点多，那么现在左下方啊，彻底来机会了，花色，先上来啊，十一叫到，角度向上。中杆推下顶库下来，右边十三十号啊，两颗中带，最好是来看看啊，可不可以先叫一杆十啊，叫中间这颗。角度，比如说十号可以打高杆一顶，把四跟 K 八这儿呢再给它解放一下。空间上更开放，更好打。看这个方向，好像这个角度还不行啊。哎，换了啊，换成一个打上方十号向下，中杆蹬下来，下方两颗底带，角度也合适，一点点向上。黑八两侧中带全有。推下，角度向上，来看方向啊。稍微有点大，那看要不要推两库呢？好的，轻巧的抓了一个一库半。哟，这是应该裁判那边稍稍示意了一下。对，别着急啊，让他打完。价值10万元的八号球打进，本场比赛结束，恭喜统德丁获得冠军。那么本次甲级分站赛的直播就全部结束，明天上午10点将进行超级分站赛的比赛，稍后将进行本次分站赛的颁奖仪式，大家不要走开，我们明天见。